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你播报7月27号到29号的周末运势。首先恭喜的好运星座有狮子座，周末呢会获得有人挖角的机会哦，运势当旺。处女座朋友呢，周末获得了人缘的好运气哦，感觉呢朋友都喜欢你，而且好事成双。水瓶座朋友呢，这个周末呢获得了财神的眷顾哦，偏财运非常的好。两枚星座周末请你特别小心了，分别是牡羊座的朋友啊，家庭呢生活环境有点脏乱，影响心情和气场啊。天蝎座朋友呢，请你注意交通状况，周末不要酒驾哦，小心破财。那么各星座周末的幸运数字颜色推荐给大家，火象星座请用黄色数字6，土象星座请用红色数字3，风象星座请用银色数字8，水象星座请用黑色数字7。